舞上就是嘉玲今天可能要唱其中傅凯的歌，或者傅凯可能要唱嘉玲的歌，对，雅文可能要唱庭筠的歌，庭筠要唱雅文的歌，对，所以说到底你们演唱别人的歌味道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，其实大家很期待。是像今天这个嘉玲平常的这个穿着好像不是这样穿，对不对？对啊对啊，你今天好像是算像傅凯的，你特别去模仿傅凯的穿着，是连鞋子在特地买的，对，根本就是一模一样，有备而来，类似的。我的打歌服的鞋子就是这、啊、像这样子的啊，真的、哦，嗯，哇，你穿这个，感觉还是傅凯穿比较适合。好坏没有啦，很有心的、啊，所以你很有心，很有心，很用心，很用心，是，不管是服装，但是歌也要有它的味道啊。你今天想挑战傅凯哪一首歌曲？欸、少年梦，少年忙，少年忙，对，这首歌不好唱，是我自己的创作。对 对, 對，那你觉得这首歌的特色在哪里？特色哦，嗯，应该是潇洒，潇洒，对。然后中间要酷一点，中间有没有一些什么傅凯的一些专属动作？哦，有有有有，嗯，前奏有，前奏跟尾奏都有，大概是什么动作？怎么怪怪的啊？在干嘛？你错了，不是往前顶，错了，错了，往脚要抬起来，脚要抬起，脚要抬起来。对，有有啦，哦，这样好看多了。刚才是错误的示范。哦，刚才我真的替你捏一把冷汗。所以他这个笑脸榜里面有这个动作，对，还有哪个？还有哪个招牌动作？还有一个比较难的，哪一个？我们看一下。有啦有啦，这位先生有啦也有啊，你在擦玻璃，对啊，我在擦玻璃，好可爱、喔，这个动作好难学哦、喔，但是你很用心，对不对？不管是服装，还有歌，还有动作，都要模仿傅凯，是原汁原味。我们等一下期待到底演出来会是什么样子。那雅文，对，我今天穿的一身红，就是要来唱郭庭筠的《鹿林大》，要来火烧全场。哇哦，会修老弟得修。这个就是把那个羞的感觉唱出来，对，还有什么感觉要把它呈现出来？因为那个庭筠呢，他是脸部表情很有戏，因为那个镜头都会拍特写嘛。来来来，会修你老弟会修，真的，他都这样子，我有这样，有啊，真的，你就是这样子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哎，你好有模仿天分，而且他最喜欢这样子，哎，啊，对，有点不屑的感觉，对。下巴线一定要弄帅帅的，就是眼睛就是很干，很干，很干，隐形眼镜戴太久。不是，有点畏光的感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个 MV 是金正喜会，啊，我巡中演好，我会修点，所以其实那个导演又说你要有那个女人胆的胆识，其实我心里怕你要死。等于说那个火真的在烧，因为他真的就在我前面啊。但是你要真的装得很酷，会修你呢？啊，我还是担心火被烧过，所以你的眼睛就不自觉会往下，就怕那火被烧过来。真的是，我那时候真的有害怕，反而变成特色。那我们就好好来欣赏这两首歌。好，首先是你带来的《笑脸盲》，我们一起来欣赏。不管成功的路多歹行，不管风雨将阮安怎打，不管过程怎样去变化，不管结局会变安怎，免惊，失败根本无算啥。青春少年侠，紧迈起理想的脚步，一步一步行。不管别人怎样看我。我就是打拼做好人看，我的心头疼向前行，创造好名声。不管头前风浪偌大，我毋惊打拼做好人看。不管山会崩，海会干，我会行入车，手我会看。就是打拼做好人看，我的心头疼向前行，创造好名声。不管头前风浪偌
也会对你讲，惊心咱顽强的方向，独强的流浪，为着自由搁在创伤。如人生无常，心内并无代表乱想，委屈当坚强，目屎背后拢是骄傲。失去有期盼，渐渐冷淡，心不存在。感情的世界，不愿意让不在你手中来。我想的用锁，早就放弃，袂搁等待。手提不心内，是无命的分开。我把你看穿，我的手你留在我手，不要认命，只有你来大声，我的手不要苦衷，不要搁再认输，予你吃烟，予你吃烟。整个都很嘻哈，哎，太精彩了，而且好过瘾哦，好像在看演唱会一样。真的，虽然有的演唱会舞蹈可以不用啊，真的。你说我吗？我说他。但是我觉得可爱，哎，好可爱，而且你很努力。我觉得他跳舞跳完刚刚那个舞很像他踢足球，哎，喂。超可爱的，不过这就是他可爱的地方。真的，对啊，愿意尝试就是一件好事。最近有在练习了，我慢慢的我觉得会越来越好。是，而且他跳得很厉害，他是跳 N 拍哦 ，N 拍，反拍，反拍。一般人家是正常是这样嘛，他是，不错不错，很用心。这个慧修也是唱的，哇，整个都修起来，真的，这唱你的歌真的是很煎熬哎，煎熬。煎熬，所以说我们看唱对方的歌，说真的还真的有些压力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唱，对，是能够入围金曲奖的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对。那接下来哦，庭筠啊，看我这身打扮，你就我知道你哦，应该是要唱蔡佳玲的歌，没有，我这身打扮是是谁的打扮？杨乃文的歌哦，他的有一首歌叫《爱是独一无二》，好听。那他的 MV 就是穿的色系就是黑白色系，对，因为伊的衫啊，我今下改就会改穿派，跳起来会崩开，会崩开，所以我决定自己去准备，对对对。那因为这首歌比较那种sexy 的感觉，妩媚，所以今天也特别穿的比较，哇，有性感的感觉，有哦，有哦，我第一次看到肩带那么大的，笨喽，干嘛这样？我还以为是玩云霄飞车的，但是他用心准备，这一点就值得称赞。然后我也有特别观察那个雅文的 MV， 嗯，对，他是这样。哎，咬下去了，一直咬，不知道咬什么。然后从头到尾，那个什么，他的 MV 里面就一直拿着一个酒杯，那边晃来晃去，转来转去，然后在男主角的旁边一直转。然后来，你借我当下男主角，好好好。他有好几个动作，比如说第一个，你要邀约我跳舞那边，是是是。不要不要。男主角没有闪开呀？哎，我刚刚知道扑街了。我刚刚我觉得我这边好痛。天哪，我拉伤了，所以有时候这个对象啊，哈，万一这个哈体重方面，哎，不过他真的也瘦了啦，真的。好，那你就是要唱这个雅文的《爱是独一无二》，爱是独一无二，独一无二。那这个我们的傅凯呢？我今天要带来飞仔林胡亚林，胡亚林，胡亚林。对，那你要把他的特色展现出来，他的特色在哪里？他的特色就是他的眼睛嘛，你可以帮我拿一下麦克风。你有带胶带来吗？你要怎么用？为何你心的惊惊？为何你提心吊胆？对，哎，你为什么要戴眼镜，然后顺便跨看吗？因为我戴隐形眼镜。对，是你很有才华哎，你很有才华，真的模仿的蛮像的，很有才华，我回去研究很久哎，真的。对，那希望还有那个招牌动作。可是我今天没有穿皮衣，我只能用背心来戴。对对，背心也可以。还有一个那个。
回呀，对，回呀，林那帅帅气的帅帅气的感觉，对对对对，期待这两首歌的表现。那先来欣赏第一首，对，爱是都一不离。是为啥人开伊多一个暗暝，老的热情迷人的言语说爱你，明暗冷孤单坐来坐去，有天空的旁边留恋家己想过的城市，告诉你只想等你，是无爱无爱，请你离开，离开阮身边。爱是世间独一无二，那是对阮讲暗示，青春袂堪为你浪费，爱来孤独你。爱是世行行，为何你提心吊胆？莫非你心内有几吨的无声？将心去藏在心肝，将面具戴在头下，徛点点拢不敢出声。我不是算命先才知影，只是你泄露心内的行行。一打手一下，满天过海想倒命，偏偏你躲袂过阮目睭一只。劝你做人简单啊，凡事做好吃，讲话不通投机啊，当作是念歌。为爱感受人，用真心对待人，留好名声，我把事做好吃，讲话不通投机啊，当作是念歌。鬼啊，感受人用真心对待人，留好名声，予别人来探听。一首劲歌劲曲啊，对，唱的真的非常不错。我们请罗文聪老师跟大家讲评一下。哦，
今天的这个单元呢，我觉得很特别哈，因为四大天王都彼此唱对方的歌，但是我真的觉得有看到你们另外搞笑的一面啊。其实说在你们除了唱歌不错之外哈，那个模仿啊，还有一些好像有点那种调皮的一些，要特别去关注别人的那些小细节地方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很不错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面哈，有一个很重要一点，就是说彼此你们把自己的歌都唱好之后，其实对方其实都有一些很特色是可以让你参考的，因为你们现在都有粉丝。因为为什么你们会拥有这么大的粉丝？因为你们的特色跟习惯都很鲜明，你们每个人没有你重复的，我觉得这点很不错哈。那当然，我觉得说用这样的接受这样的任务的时候，你们的功课可能要再说做足一点哦。因为我觉得你们有时候在模仿别人的时候，当然是会稍微点到为止，但是我觉得那个精髓方面，包括歌艺的部分哈，你可以把你们的特色再做充分的表现。我觉得效果会更好。那当然接到这样的任务对你们来讲都是很好的，因为吸收别人就是很好的养分，希望你们还更努力，加油。谢谢老师。所以说呢，真的要多唱别人的歌才知道那个难度在哪里，对，才知道其实你们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，是非常棒的事。好，那这个单元非常成功啦。最重要的是下一周同一个时间要继续收看我们的明日之星 Superstar。